心花笔筒，束腰。一般束腰的都是，一般都是乾隆以前的。口径19公分，高度是16.5。那它是锦皮梁釉脸的，这个画法包骨图，一组包骨图。底呢也玉壁底，你看底，还有这个火烧红都很明显的玉壁底。这个底是16公分，不多够啊，差不多16公分，高度也是16.5公分，好像。这是19公分呢，这个口径。一组，一圈都是通景，都是包骨头，清宫图也叫平上平梁，多漂亮！这个孔雀毛，孔雀尾啊，你看这里有点烧裂了。很硬啊，锦皮梁釉也是这个酱釉口，酱釉也是这个康熙早期的。应该从这个青花，你看它的分色都不是，有点浑散，青花就有点分色，浑散青花。我那婚纱。